玩这个40i 呢，30的还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要40的。哦，有渣嘞，这个很香哎，这样追你追不到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来到宏达来搞事，今天交车黄道吉日，哦，今天我们交多台了，好日子大家都一直来交，都交完了，今天这一台就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的那个干姐姐，不是那种干妈干爹那一等级的，對對對，我是干姐姐等级的，没错，对对对，赞助我们宏达国际冷满头，哎，难得哎，我们第一次哎接业配，还有这个东西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的啊，有兴趣那个姐姐公司地可有限公司的大香安瓶超好用，超级好用，谢老板亲身体验。整个容光焕发了起来，有差哦，对，感觉一下那个保养品、化妆品都有，好不好？女生需要的，我也是用过的。哎呦，最主要我们那个20000块，我们也是把它捐出去。对，全数捐给张妈妈流浪之家。哎呦，好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那个杰恩姐姐，嗨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交车，我的 IG 吗？漂亮小姐姐，你看，哦，把这个40i 呢，30的还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要40的。而且姐姐会看到这一台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是因缘际会，她本来没有考虑这一台。对对，姐姐本来是想考虑 X5 或 X6。我觉得买车很像选男朋友。就是我们列了很多的条件，但是当你一看到他的时候，前面条件都不算都不重要了，缘分最重要，对，就是缘分。那个180的不用，我要，我要，可以用新台币把它垫起来，可以，像我比如170几，对吧？你大概用个100万。OK， 100万两套，刚好180。整天还在那边大改小改，那你觉得我需要改什么吗？30i 跟40i 差在哪里？就差在4缸跟6缸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马力差多了，开起来那种扎实感差多。再来就是差底盘，还有它的 M 卡钳。这个 M 卡钳超爱，真的。这个买电动车就是爱这个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蓝色的又看起来又够显眼，对，而且它铝圈又大，这个有没有？对，这个双色的，这个也是比较厉害的哦。对，这有一点像那个铝合金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哦，有渣嘞，这个很香哎，这样追你追不到哦。油门要踩慢一点哦。姐姐以前是开手牌，手牌驾照。手牌？莫非你是开手牌货车去送货用的？我真的会开货车。大屏幕，还有哈门，哦，这个有哈门哈的，对对，我觉得这个音响超厉害，对，对啊，吸引到你了，是，因为哈门哈德的它的中高音真的很漂亮，对，它比较不像那 Bosch 的是注重中低音的，对，因为这个是听音，对，不是听那种咚咚咚咚咚咚。如果40i跟30i差没有很多钱，真的捏一下你会得到不一样。我没有想到可以买到40i。对，40i真的市场上可能30i可能10台，40i才1台。对对，真的它超级少。这台真的好稀有。哎呀，而且它又有抬头显示器。真的，对，超好的。听啊，哎，要遇到佩佩这么好的不多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真的遇到。好，要准备交车的。对，我跟姐姐介绍一下车子的操作。好，好，好。直接去地可有限公司试用保养品吧，没错，试用吧，试用。开始我的 IG 哦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立马要出发了。我很紧张，我要保持28岁就靠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这样我也很紧张。哎，是吧？还是我帮你用，你就保持18岁。我本来就18岁啊。对啊，就保持18岁啊。本来就算了，你这个这样就没差多少，我的正负差比较多。好啦，走啦，我们直接去地可有限公司。那我们就到了地可有限公司，现在要来我们访问一下Joanne小姐姐。耶，大家好！你看我们怎么公司都有这种这么气质这么好的小姐姐，你看这么厉害，气质比我好，都很好，都很好，你看会说话就很好，对，
九一小姐是去我们那个内湖店看的。对。哦，去内湖店看的。我记得你那时候第一台，你是想目标放在 X6。对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对 BMW 很向往的。我当时几年前去 BMW 总代理那边去看车，然后我有试驾过 X4， 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，那所以我对 X4、X6 那个比较流线型的线条是比较喜欢的。然后我觉得 X5 是稍微比较大台一点，所以本来原本是锁定 X4 或 X6， 但是好像对，好像说这类的车目前那个。时候我们没有，因为X6在我们这里回来，每次都两三天就卖掉，太热卖了。如果说我今天是想要展现就是我喜欢开车的那一面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选择类似像 M2 这样的跑车，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潜在的个性。但是现实考量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在现场被 M2 深深吸引，但是我那时候就考量到实际上现实使用，最好知道你们还说，可是 M2这样就没有办法去 Costco 了。他说回家回到那个台中老家，对对对，就是爸爸就会念了一下。对，因为我爸爸非常不喜欢声音很大声的车子。啊，想请问一下那个九燕小姐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宏达国际的？哦，这个要讲，这个要自录一下。对，因为从我会开车以来，我都没有买过二手车，过去都是买新车，因为我想说女孩子对于保养车子不是很在行。那我很怕说万一我买二手车它突然抛锚在路上，我会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我一直不敢买。这次要买那个二手车，那我就很认真的做了功课，那我就每天早上会看那个YouTube 的频道，对，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了就是谢老板的频道。我觉得很有趣，然后我看了，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是有一次，谢老板要交车，是那个白色宾士敞篷，然后是一个设计师的朋友那一集。哦，那个。对，然后我也是被那台车深深的吸引。那帅呆了，那个周律师那一台呀，对，这个也要放到梦想计划。其实我也看了很多的频道。可是我就觉得宏达影片让我觉得谢老板就如同其人，他不会太夸张。有些人他到底是在经营网红还是在卖车，对，那我觉得宏达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是很认真的在卖车，然后是真的有在介绍一些关于车里面的一些性能跟还有就是价值。对，我觉得谢老板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买车要去斟酌一下他未来这个车子的价值，二手价值。对，因为以前不会考虑这个。对，以前是可能喜欢你就哦喜欢我就喜欢就买。可是我们这么专业的领域里面，我就会讲买这个车，我如果买新的啊，现在折旧这么多啊，如果这个车我如果说有折旧到那么多，我来买二手车，我可能开个两年三年，还都差不多。对啊，可是我这两年三年我就换一台，两年三年我就来，你看这个生活多好多惬意。对，随时都有新的货。我记得谢老板有一集在介绍，就是你买过后悔的车子，就是有排行榜让你赔钱的。赔钱的这一集，我觉得太重要了，就是避免我们去买到避免踩雷的。你们看得很开心，谢老板拍得很伤心。我那个都拍的到现在还丢在那边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说，其实有的时候买车就是自己喜欢，有的人就想说啊，我买车我买自己喜欢的，不管它改天的折旧率怎么样。可是偏偏。不知道为什么开的不习惯，马上又没多久就要卖走，哇，那个在赔真的很可怕呢，会很痛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亲身替我的好老板来试用一下我们的大象安品。难怪少文一直讲说今天看有没有机会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说他今天有空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逐渐。欸，它其实质地真的很舒服，很滑顺，而且有点淡淡的清香。谢老板感觉怎么样？我也想睡觉了。我们这个安瓶主要是符文的功效啊。我抬头纹好像都紧缩了。这个是我真的亲身体验，因为我之前那个眉头有两个川字纹，我用了这样半年多，那个川字纹有一条不见了，我真的也是很惊讶。半年多，因为我是连睡觉都会皱眉头的人。真的，你跟我一样嘞，我也都是皱眉头哎。真的，我就觉得这样子，而且它味道很好闻的。对，味道很好，而且不会那种会
紧绷感那种感覺，也不会说太黏太厚。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抹，可是我都抹那个精华液，那个这样不大平，这个这样子就真的很好用，这样。而且你就刷完牙、洗完脸、洗面乳洗完以后，就直接上这个这样，青菜狗狗哎，让它铺满这样就好。好适合男生也很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好像适合男生的，女生本来就会注重保养，可是男生我觉得就速度快，用这种，像你有加够力啊。真的，你看整个脸这样子，比去做医美差一点点而已。我们不能那个讲得太夸张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们感谢我们那个九燕小姐赞助我们冷板扣耶。我们全数捐去给那个张妈妈流浪之家。哎、欸，我们把它捐掉。也谢谢蒂可有限公司，对，谢谢九燕小姐姐。谢谢 OK， 好，阿李再试试看我们的叉三，看有没有这个给你带来很多的回忆。那我们两年后继续换保证，耶！ Yeah! 最后抽奖，对，还是要放福利给粉丝的，对不 对, 對, 對, 對？大家看完这一些影片，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，还是说，哎、欸，嘴巴比较甜的观众朋友，嘴巴比较甜、哦，对，帮我们留言赞数最多的，我们赠送两瓶，赞助两瓶，对，好，赞助留言最多，还有什么？讲一些好听的话，好听的话，对对对对，對對前两名，两名，对，前两名就可以获得一瓶，哦，这个这个大香安瓶，大香安瓶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蟹老板脸上试用的，大罐的哦，哎、欸，真的要的话，赶快踊跃踊跃哦，这个机会难得哦，我们两个都试用过了，很赞。不错，好，OK， 拜拜，拜。今天呢，谢谢我们这个狗园的周爸爸，还有好好善待动物协会。这一个影片呢，会上到我们宏达国际上面的 YT。那如果说就是有能力的人，也想要贡献一点心意的人，也欢迎到我们这个平台。你们可以在这边线上捐款，因为狗狗不单单是需要粮食上的资助，包含金钱，包含人力都很需要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时间，然后也有点心意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就捐线上捐。或者是可以自己办个活动来这边参加一下狗园啊，关心一下周爸爸，关心一下这些狗狗们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，很黏人。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谢谢好好善待动物协会，然后谢谢周爸爸。OK， 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感谢各位粉丝，我们已经10万订阅，再迈向我们下一个里程碑，20万订阅不是梦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哥、干弟，好，我们订阅起来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要买车要卖车一样，找我们宏达国际小老鼠 H O N G D A， 还有我们的 M B。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都会有直播，特价再特价。每天晚上3、5日更新，我更不知道。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订阅、按大家分享。拜拜。